De IC-trein naar Antwerpen-Centraal en Essen. Van 10:24 spoor 5. Voissant, le train IC à destination de Anvers Centrale et Essen de 10:24. Voissant. 我们现在在布鲁塞尔中心火车站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上了车，然后我们现在先搭到它的北站，然后再在北站那里换车，就是转车转到去德国科隆的火车。珠海北站。 我们现在到北站了，然后我们的车来啦，德国的 ICE 高铁。我们现在在高铁上，但是我们这个是不可以说话的那个车厢。我们现在到科隆的中央火车站啦，今天到德国开始就可以租车了，我们之后就不搭火车，也不搭地铁，也不搭别的公共交通了。 走出来了，后面就是教堂。我来到这是租的车啦。这次来德国租了一个手动波的高尔夫，哇，超级小的后备箱。天哪！你说你多久之内不会死火？<笑>可能一会儿就死了。<笑>你都没有看交规吗？ 你没有看一下交规吗？看过，我看了一个 YouTube 视频。你是不是一直就挂一档就可以了？不是，开慢。哇，你好厉害，都不死火的。哇，换二档了，不得了。<笑><笑>我们现在在科隆开车，哎，好神奇的感觉。然后这里的那个指示牌又全部都是德语。我们到了这个吃猪肉的国家了，好开心。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餐厅了，这个餐厅超大，就跟一个城堡迷宫一样。看，我们现在坐在床边，后面再找一个大厅，然后还有好多好多个这么大的大厅。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他就说让我们任意去选一个桌子都可以，随便坐。 这个只要1.9毛钱欧元。还没呢。我们的沙拉来了。这是中国那种。感觉这里吃炸的人，就是网上图片比较多。我们前几天一点沙都没有，这里那么多沙。 香肠来了，这感觉这个还不错，但是好，但爷爷坑了我们一杯沙拉之后，我们就不捡了别的很多肉了。欧洲三大教堂之一的科隆大教堂。 看这个，好像是意大利面，看这它是教堂的这个。我们现在从这个大教堂逛完了，大教堂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赶紧出发去伯恩。我要去找布菲洛芬了。我说完了吗？出去了。你怎么就不能控制一下？<笑>我们现在要去停车场拿车了，我们要开车去伯恩了，就是贝多芬的故居。 但是还不是不限速的，还是120的。哎，刚刚我们路过一个已经显示 Autobahn 的不限速的标志了，这个人要飙车了。车太多了，开不起来。哎呦， Autobahn 车太多了，<笑>只能开到120、130就开不上去了，真是。 办法，高速稳到真的难以想象。我们要想在天黑之前赶到贝多芬的故居。我们现在。
们的故居了，是不是以前就住在这个楼上面呀、啊？它那个门口写的是 Museum Shop，你这样子数法，你是数数字的，你这样像学钢琴的人在数吗？少十个键。什么？少十个键。哇，你看到那个键都已经陷下去了，都烂了。以前的小提琴手好帅啊。